Before we get into the drop,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so much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. I'm so grateful. So I made you guys a little treat. I hope you like it. Yeah, let's get it. 今天下雨，下雨还跑来全联干嘛嘞？我们要来换那个印花，我们集满80点了，江江，噔噔噔噔噔，对，啊、哦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就是你和瑞士钻石锅只差一点的距离。全联集印花最后倒数，还有机会把劳力士第80个点，我们现在就给它贴上去。嗯哼，好啦，80全，哦，贴歪了。请前来啊，80全到。我们要换什么呢？我们要换玉子烧，集满80点加1000块，1099。加1000块，你就可以有一个玉子烧啊！跟我熟的应该就知道我很爱吃蛋，所以我们来买玉子烧锅。好，换到了，讲讲讲讲 ，Swiss Diamond， 对，所以就是换到玉子烧锅。所以我们下一个画面，开箱煎锅，大家拜。好，对，这个玉子烧煎锅，我们今天就来开箱，直接把它打开，直接煎给大家看。来开，好，对，丢上去就开箱了，还顺便换衣服。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要煎玉子烧，它就是日式料理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穿的像日本师傅一样。有没有像日本师傅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对，答对了。我们今天不止煎日式，我穿这么台，就是有台式有日式，再做一个美式。等一下再进料理画面，好开。好，我们再开锅啦。开完了就是把它煮沸。先示范日式的部分，3颗蛋，然后糖下去。很多人在问比例哈，说比例怎么抓哈，没有在讲比例怎么抓的啦，你爽怎么加就怎么加啦。对，我们进位直接穿下去啦。刚刚盐，哎，刚刚糖，现在盐，不要再问比例，没有人在管比例的，大家现在都在看粥汤好，比例已经过气了，味淋也下去，好，就这样，接下来交给我们助理打蛋，开一个。我们要怎么知道油那个锅子的温度够不够高嘞？你沾一点蛋液，哇，变白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就代表可以了。来，厨房纸巾抹油，不要直接倒油，因为会太油。我们只要薄薄的这样就好了，因为它是本来就是不沾的。嗯。怎样？我等一下还要抹第二趟。那会吸。对啊，来，没有全下啊、哦、，Round One 啊、哦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我们就让它均匀的遍布啊，底部已经开始白了。这时候跟大家讲一个小技巧，你要给它刮松。为什么要给它刮松呢？这样子吃起来的蛋会比较蓬松啊、哦！火不要太大，不要急，慢工出细活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第一次煎会紧张是正常的。如果你家里有刮刀，那是最好；没有的话，就用这种木勺。这可以干嘛呢？可以平整的把蛋给刮下来啊！哦，火好像太小，呵呵，怎么会这么慢？火开大一点。好，应该可以吧？不会太大吧？你如果火不好控，你就离火就好了。反正这是可以拿起来的。好，感觉成型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开始刮。哎、欸，哪有不沾？全联，你这样不可以哦，你这没有不沾哦，你这很沾哦。整个刮不下来哦，
好，来，这厚度就对了。我们已经烤，香气有出来了。来翻，烤比好像蛋糕的味道。对，第一卷失败不怕，来第二次卷，卷，对，还是失败。啊、哦！给他推到最，对，来，接下来第二层蛋液给他下去，对，大功告成，好不好？嗯，超级丑的、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不要害怕，来跟大家讲一个小诀窍哈。你要让这第二次的蛋液跟它完美密合，所以你要稍微抬高一点点，让它流进去，对，这样它两个就会贴在一起了。所以啊，我刚忘了涂油哎 ，Long Two，Long Two 也要记得涂油哦哈。我们今天就是来示范什么叫做错误的玉子烧啦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丑不拉几。什么人做什么菜啦，不要害怕。下面应该是焦、有吗？真的。对，喜欢恰恰的朋友一定要学这一道哈。哦，蛋糕。好。OK， 好，这成品大家一定会觉得很丑陋，说为什么是这样？重点在摆盘，现在来教大家怎么摆盘。首先把烧焦的那一面转掉，这样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你那黑黑一层，人家还以为是那个，你看了、啊，你那黑黑那一层，人家还以为你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海苔啦。对啦，我们这就是海苔啦。接下来来教大家摆盘的重要性哈。好的盘子带你上天堂，坏的盘子带你下地狱。日式玉子烧就是要尬甜的酱，是啊，下。有没有觉得很艺术？联络我们。我试的是真的假的，不如就让我来自己来试吃一下。我们有尬过黑糖酱跟那个巧克力酱哈、哦，因为这本来就是做甜的啦，所以理论上是不冲突啦。请你用吃蛋糕的心态来吃它。啊，还可以啊，还行、啊，味道很奇怪，很像甜点。就是甜点的。好，来，一样三颗全蛋，这次做中式的。中式的三大要素是什么？葱、蒜跟那个啥，九层塔。对，刚刚日式的太甜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就不用加糖，应该就会成功了。然后也不要尬巧克力酱，就会成功了。到底是谁不要尬巧克力酱的？我真的是，葱先下去，然后盐。不要再问比例了，就是一瓢。然后油、蒜先下，这个动作叫什么呢？我们的行话叫做热锅爆冷油。对，好，有没有闻到香气已经出来了？哦，很香。这个时候火就可以转小啦，我们要来开始煎我们的玉子烧啦。好，再讲一次，蒜头先煸过，香了之后呢，对，让它往下面集中。好，来下蛋液，一样哈，分批啊，不要全下哈。下去，然后让它遍布这个蛋跟蒜头啊，合为一的这个部分。对，啊，稍微离火哈，为什么哈？因为没有火了哈，所以这叫做离火了。哎，来，
对，就是这么大。好，这样子定型了，来，我们就来开始给它。我去那里好。我们就来开始，可是离火比较那个哦，你说远一点、啊，好主意呢。我们就先来给它翻第一次。啊、哦，有没有看这个甩锅？啊、哦，对，如果有人不会翻的哈，你就这样子甩一下，什么啦？对，我们不要慌哈，慌就是自己的最大的敌人啊。炒蛋喽、哦？没有，一样是这个型。就是这个型，炒蛋哦。再卷一次，对啊，好，是不慌不忙啊，是心之所向。来，第二趟下去，不用油吗？哦，很好的提醒啊，啊，老师给你当哈、啊，对，有下油了，就比较不会像刚刚一样粘连呐、啊。好。我们这一次分三批哈，前面有在听的同学就知道，你稍微要抬起来一下，让它下去，对，让蛋液遍布下面，啊，这样它就会粘到。好，在它还没成型的时候，九层塔下。啊，我们这又有葱，又有蒜，又有九层塔的，啊，妈妈们。看到了这个料理就知道我们是内行的啦，你们这些外行人看门道啦。好，成型，来第二卷。我、哦、真的是，你要不要卷卷看？你要来卷卷，给你卷卷看。我说你前面就已经卷成这样了，我要。我跟你讲，好的厨师哈，就算头开的再烂，尾巴还是可以救回来的。哎呦，你看，我才刚赞美完你，你就卷得非常好。对，推上去，最后一次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次我们换大厨，我觉得应该会层层分明啊。所以要加油吗？可以啊，你稍微抹一点点，你用筷子抹一点点油在底部。那决定了，等一下的美事也交给你负责。下去吗？全下。对，啊、哦，做徒弟啦，一点就通啦，屁股稍微抬高，对你屁股要抬高，它才会。我没有在开网枪，我是说你的屁股是哪里？那个蛋要稍微让它流进去，它才会是这样吧？对啊，你要抬高，把蛋抬高。这样啊？算了，没事。是吗？对啊。啊、哦，那现在呢？像它现在冒泡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。敲破。是啊，对，然后再让蛋液补回来，差不多啦。哎，你这个应该会成功哦，你这个型比我的还漂亮。不是要给它留，不用。你已经都定型了。这个也是。卷起来。卷啊。哦，可以耶。看看。应该。啊，偷鸡不着蚀把米哈。哦。好像可以诶，还没吗？要不要恰恰？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恰恰。你翻过来你就知道它有没有恰恰。所以再翻过来吗？哦，很漂亮呢。好啦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装盘。好，台式的九层塔，葱蒜，因为这次没有恰恰了。没有烧焦，蟹壳肉煎的是成功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摆盘了，就撒香蒜粉就好了。好，小磨坊联络我们，我们很会代言，很会植入，什么东西都可以。来吃，无强，无够强。好，一样四颗蛋啊、哦，玉米罐头，紫明台糖玉米酱哦，颗粒的不要、哦，我们一定要用酱的啊、哦。没有啦，其实是买错了，我们本来要用那个
我们本来要买颗粒的啦，找不到，买错啦，买到这种哥哥的也是可以用啦。四颗蛋、玉米酱，等一下还有热狗、热狗、起司跟鲑鱼，做美式的。好，助理打蛋。OK， 开工。这是做美式哈，第一层蛋液先下。啊，不要太多，因为我们要分三批。对。好，我们要放热狗、起司跟鲔鱼，所以我们先把生的食材先下去，也就是我们的热狗。好，下热狗，没有在管排的漂不漂亮的啦，反正就是下去，尽量平铺啦，比较好卷，不然立起来的话你会很难卷，来啊、哦，成型了、哦！哎、欸，怎么跟着动？你们怎么跟着动？不要动！来，我们请大厨来卷。开疆辟土的第一卷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吗？去吧。食材太重了。食材太重。好，换回大厨，就这样。啊！好，下第二版。鲔鱼，好，我们来一份，跟黑胡椒，好，各来一份好了。啊，我们那个啾哥要来给我们潜规则了。好，各位女粉丝，大家兴奋吗？啊，好，这，我们还有两乱的蛋液可以救。这都要讲一下这个名言哈，里面破掉没关系，最后蛋液再把它补回来就好。好，其实蛮香的，卷不起来了啦，这太厚了。好，我们学到了一件事情哈，玉子烧不要尬料啦，蛋就蛋啦，你尬料你就很难成型啦，破破的。对，前面两款五分钟就做完了，我们现在这一款做了快十分钟了。
还卡在这边，全部起来的啦。你可以做炒蛋就好了。真的，到后来都只变炒蛋了。来，最后一波蛋给它下去。就是安尼，你这回呢？对。对，啊，我又忘记抹油啊，等一下又粘锅嘿。好，成品出来了，就是长这样。啊，那个这样看很丑啦，我们上一点滤镜，配一点音乐哈。哒哒哒哒哒。好，就这样来吃啊！来，我们请我们美食评论家，对，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？啊，我们美食评论家很喘哈，来，我们拿出来大家吃一下。江江，这个不能吧？这太咸了。阿潘斯上菜 ，Fit， 我们那个来自葫芦酱。好吃。那我特写到我们的这个 Swiss Diamond， 请认证，我们这个是高级的。网络上很多人在说，我们买一整套煎锅39块，大创就有啦，干嘛花1000块去全联买嘞？全联，我这么用心买你的锅，你不来找我代言，联络我们，对。